个世界。大家觉得嘞？世界上和这个动起来。Yes sir, yes sir。对，加马挑战那个刀锋什么的。不可能留在这里的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早安，今天哦，我的声音怎么越来越沙哑？今天来喝早茶，期待蛮久，因为一直很想要喝。两点喝早茶，一点四十七分。我们现在每天在吃苍兰诀，他啦，每天那边叫我有啊，两集了，你真看两集哦？因为他刚好停在那个他们亲的那个，然后就没了，然后不行不看嘛，那个召唤身体。帅啊！摸摸母语是粤语。干么呢？台语。突袭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法香水新的味道。新味道的法香水。他还在工作，你念他一下。他冷。总不吃啊，凤爪。副驾吗？逛街咯，今天该不会要逛家饰店吧？肯定是必须的吧。今天因为我的男朋友花了1000块钱补牙，所以一千块啊，是啊，好贵哦。我们来到了北区的一个 mall 里面。哎，这边比较近啊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这一趟来热衷于逛家饰店，其他店好像都买不下手，所以现在只逛一间。对，然后他们店都太早关了，平均5点就会关了，所以下面就赶个还没关的时间，赶快去逛几家。君啊，热衷于爱买盘子啊、碗啊之类的。够可爱，小小的超可爱，太迷了。我们泡澡球的配色，各位，我看到这个钟，我一眼爱上。然后刚刚君娜也看到，也说太漂亮了吧，害我真的很想买。它真的超大的。然后我刚刚传给男子，男子说很漂亮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要扛回台湾，没有人可以拦得了我。看那个比例尺，带回台湾买这个啦。这里放在行李箱吗？拿起来手机，你去介绍一下。那手机呢？但你不觉得这不错吗？门挡的，然后没有造型，一个人躺在那里。送成了啊！我买了这个椰子碗，两个颜色，因为它不同大小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套。我觉得这个木质框很漂亮，这沙拉搅拌，然后这个清仓，这个才10块钱，然后这个竹编的镜子，还有这个吊画。还有这个时钟，我买了370，大约7000多，因为我都买很多打折品，原价可能要20000。我们刚到家，然后却把我刚刚买的时钟比到他们家，很适合哎、欸。右边这样上，这样照，这样看得到，看得到。这样，这样你看这一只有没有？它还在秀啊，那只还在秀。哦，很美耶！而且有那个篮筐也蛮美，好可爱哦。阿 Kira 买了一个很像 Bear Pong 那么小的。哦，我刚刚买了这个拍拍大耳狗，这样可爱的，这很可爱耶。哎呦。就是还有这个小玻璃杯，太 Q 了吧！就是它没有固定，就是因为你可以转哦，然后这样，哦，这样算，所以我要喝这杯哦。你看我弹到地上不算，算了，该我。Yes，Yes， 喝喝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漂亮哎，都你啦。每天让我熬夜到3点，现在每天都在看《苍兰诀》，已经看到12集了，才来4天就看了12集，哇！
宵夜有部长煮的辛拉面，还特制没有啦？正常的员工啊，正常员工啊。Hello， 他不正常，一周让员工一周上三天班了。Hello， 那他为什么不上这个正常班？现在是早上，又是早上，现在是下午12:55，上班工作了一个早上。现在要出去，今天这两位都去上班了，两位质感系香奈儿经理，我们三个小伙子，母勒哦，他们现在找母，母勒，我们今天要去家附近的家具店逛街，母勒，该不在车库吧？坏坏了。先把这个砖放在那里。你去偷隔壁的砖跟建材啊？因为那个树会翻呐、啊，所以你可以偷啊。不是偷啊，是没有人。因为它那个树一直会翻倒，太轻了。这是我的药包，我在英国买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要当化妆包，但我用了一两次就觉得不好用，因为我把盘放在这边，然后它这样子打开，这边超窄。然后我盘这样超卡，你想它这个盘，那个眼影盘或者是任何什么盘之类的粉底液啊什么方面超难拿的。对啊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盒子的概念。如果你要买化妆包，超级不推荐这种形式，看起来超好用，但我觉得当药包非常好用，我意外发现了，因为觉得都买了浪费。因为装药没有那么大，所以然后它又很透明，因为药我觉得药包需要很透明，你才可以知道你不等啊。知道才知道你带什么药啊，然后急用啊，有时候很急，所以你就要赶快拿。然后像这一类，我就是保健食品类，然后带 B 群啊，然后胶原蛋白，然后酵素。因为我妈没锁啊，你这样就锁了，这样锁了没有？今天没化妆，只擦了防晒，想说涂个自然一点的口红。我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擦这一支，颜色超美。你好单手，你看颜色超美，这一支是。Dior 的色号456，上礼拜有发图文介绍，当下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超爱，然后用到现在，推荐。现在在换包包，把我的这个包换到小的，因为今天比较多shopping行程，想要带小一点。出发！锁啊！锁啊！有啊，他锁钥匙啊。对，没有不用，那个出发。都死不了！我来！你行吗？你那么瘦，行不行啊？你们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？这个小包是 Mary Meco 的，好可爱，我觉得就是这种。我刚刚在超市到家里附近小包。我到那边去捡的，我还不是在这边捡的，我在这边捡的。你说偷端砖块啊？什么偷？废弃物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想到对面那边捡，就对面没有，我又再折回来。这许良贤今天穿的跟个球一样，我穿两件，你妈你像陈文杰吧？我也穿两件啊。不是啊，他穿的很厚啊。我哪里厚？你要不要摸一下？薄的跟什么一样？吵不要吵，身体保护好是重要的。要走路，可以啊。早上就跟我走过去。是啊，你陪他去火车站。对啊，车站就在超市旁边啊。没走过啊，这条路。你们又不起来那么晚，走屁呀、啊！我走回来，他刚好看到我过马路，他就带我。我现在看到这个洗衣篮超可爱的，但其实还是蛮贵的。然后像这边的这种餐店，也好可爱哦。这边超多这种小家居，超可爱。你们来看什么？地垫。哦。门口需要。哦，对，他们门口好像需要，有一种家的感觉。你会挑哪个？西瓜啊。那西瓜没西瓜，那彩虹吧。红吧，那是小树也可以。红，你说凤梨哦？因为那个字比较质感。可是凤梨凸出来。哦。Welcome 吗？我也觉得 Welcome 可以。这个绿。这枕头太疗愈了吧！看到我这个，好可爱哦，它是绑麻绳的，好心动哦。但我昨天才买了一个大钟，还是这个方办公室。刚刚看到什么心动？画，
看到那个钟很心动，我还录影，但目前都没有买，因为想要再看看，真的很贵，3600，衣服3600台币。部长肚子饿了，来吃回转寿司。这里一盘3.9块，大约4块，大约80块台币。部长帮我选了一颗星星，星星，该不是哈密瓜口味吧？应该是，让他先要包什么？香草吧。哇，这太冻了吧？这是抹鸡。而且他刚才拿出来的，咬得动吗？里面什么？香草，好重。到家里那边的香草，香草给几分？两包，哎呦，给几分？看到没有？蛮好吃的吧？哦，还有葡萄干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，好吃哎。我不吃那个。还有葡萄干哦。对啊。搞不好是红豆。像那个两颗，扣一分，要不要吃？扣一分。哎，感觉巧克力豆。那可以。那你口不好吃，是猪排的巧克力豆。巧克力巧克力葡萄干，确定是葡萄干。海真的是很可怕。刚刚吃完寿司之后，我们又再去逛一堆文具店。文具店之后，我们就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刚刚回家，超市。文具店之后还去买酒。哦，买很多酒。对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买什么酒。刚刚没照一下买的酒。哎呦，我等一下会找，等一下会找。等一下照就照出来。然后我们回家工作了一下，因为有新品，我们就想说拍一些新品的生活照，超可爱的，放这给你们偷看一下。要不要印啊？要不要印 Instagram 照片？直接点 Rock R O C K。我们家小罗打给我。Hello， 哇，他破了两张，我也没有这张哎。有。两张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我刚刚传讯息给你，那个，因为我现在外面，然后网络会跑很慢，所以你帮我把我请你改天帮我用截图的，然后比如说有，你可以用荧幕录影，没有，就是直接传照片或是用荧幕录影，不是拍翻拍给我，就不用看影片本身，懂我意思吗 ？JPG 给我传给我就好。好，拜拜。这张150台币。什么一只狗啊？它在按摩，好可爱哦。哇。这是我们这一趟的第一张，这一次的所有旅客旅伴的照片。你上班还顺利吗？顺利，还可以。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分享？就是整个下午只有一个客人。整个下午只有一个客人。现在非常冷清。默默呢？我是同事生病了，没有足够的人，所以今天有点累。系列选的酒，因为每一瓶都不一样，随便拿都很可爱，把它当成家饰品在挑，做的很像 whisky 的酒瓶，因为基本上随便拿都不太会太难喝，所以最后干脆挑外型，觉得对，觉得哦，这个玻璃窗很漂亮哎，这是它上面印的很可爱，印的小花，对，我选的是这款，因为我现在只会喝这一款，然后这个乍看一下我的英文名字 blush， 你看不觉得很有质感吗？又是粉红酒。当家饰品，刷起来，因为我们两个属鸡。哦，你看这超美的，你也有要秀的是吗？对啊，这超可爱的啊！哦，这个最可爱了。对啊，照一下我。超可爱的，这个颜色很适合大家一起喝哎。哦，还有紫色。哦，还有。我为你买的哇，想说你最爱能喝酒，真的。哦，这也好美哦。OK， 先喝这个。这超美的。这个你看瓶子上面还有星星，这是刚刚吃完饭我们去逛糖果店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可爱，一直看外包装，一直看外包装。现在买什么都用以家饰品的那个角度。然后它里面是饼干，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它是千丝的 caramel，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蛮好喝的。我们要看我们的苍兰诀，哇！屁呀，你那天早出门早点睡。好的。这个可以用那个新的开瓶器，我看一点苍兰诀。开瓶器不是徐佳琪拿上去的吗？对啊，他们家原本会有。我吃一颗，原本好像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哦，那个牵线的那个。哪有牵线啊？
没有缺陷啊，一点点。哎，广告不实啊，他那个画的牵线画成这样，一点牵线都没有，是好吃的啦，可是没有牵线，够甜。我沉睡时幻想你就在我身旁，清醒却发现你仍然远方。你听见了吗？我来写歌唱，一个人一颗星球等待你一个回答。那歌词很猛哦。香奈儿连续四天在逛街，先来到了香奈儿。香奈儿，然后他要写 LV。对啊。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战利品。我们来到了 Bondi Beach， 大家都在海边这样子玩。然后看一下我们三个，我还要啊，超冷。然后对比一下，像海滩上很多人穿短袖啊、比基尼啊，怎么这么冷？我也穿蛮少，但我下面还透风哎、欸。我下面也透风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真的耶。对啊，你感觉脚发紫，你还好吗？可是真的冷，它是那个海风真的冷。哎、欸，排球感觉很好玩哎。朋友们，报队。爆啊！我们现在都练那么厉害，脱球啊！大家记得我们环欧三个月，哎，我们是三个月吗？四十五天的影片，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在吃鸡块吗？事隔三年来吃雪梨的鸡块，麦当劳鸡块是我们到了每个国家都会水准之上，水准之上，而且每个国家的那个鸡块真的都不一样。美糖好吃，可是这个六个要140台币。六个月140台币，哇，好贵啊！因为台湾没那么贵啊。哪一个国家还是赢这个？是那个丹麦啊，葡萄牙。哦，葡萄牙最好吃。葡萄牙便宜又好吃。葡萄牙超好吃，丹麦我记得很好吃，丹麦很烫。回到家做晚餐喽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大厨。鸡羊牛。来，同学，你把那个放那边去。没错，你负责把这边东西弄好。阿 Kira， 这边负责把油弄好。OK。Yes, chef。OK， 动起来。Yes, chef。Yes, chef。OK， 我负责。Is that OK, chef？ OK, OK。时刻 OK, chef。有吗？有感觉到吗？我没有每天这样子呢。没关系啊。好的。哎，酱很干吗？可以拿酱。可以。没有吗？谢谢袁觉得 Cheers， 知道我们的菜吗？刚刚看昌磊觉得看到一半，我们的菜就好了。刚才谁是副厨啊？我怎么做一道？哇，这个啦，他没有拿好，没有拿好餐具啊。Waiter 啊，外场。刚来澳洲的时候没朋友。然后我大学同学呢，介绍他一个小学同学的朋友，就是从小住在澳洲的朋友。他跟我见面之后呢，说你没办法跟澳洲当地人玩，因为当地人不跟 working holiday 的人玩。然后他们说你应该也跟 working holiday 的人合不来，因为你 working holiday 的人都在农场，都在工厂，你又不做农场跟工厂。我说那我要怎么交朋友？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交友软体，你就自己去上面慢慢找朋友吧。介绍一个什么？交友软体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在交友软体认识约出来的第一个女生呢，她就约我去吃日本烧肉。啊，请她吃哎。然后结账的时候呢，她就直接买单了，她又默默已经去买单了，就是拜拜的意思吧？拜拜了。我那时候不懂。对啊，请她她买单就是拜拜了。我不懂啊。对啊，是啊。不要再联系我。不要联系我。你好懂哦，你好懂哦。我这个感情专家哎，怎样？感情专家，还有，他只是休息。我就心想，我又哎呦，这边女生都是这样子，好好。快遇见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看到照片就我靠，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。这一餐我绝对要请爆，就不能绝对不能让他请掉。还是要看最后吃饭的感觉，就是吃的怎么样。就如果吃的不好，那就是回绝，拜拜了。如果有感觉的话，他可以再请我这样子。OK， 那你还记得那一次吃饭的感觉吗？还 OK 啊，就我觉得他异想天开，他觉得我是 gay， 不是，他可以当朋友。他就一直他跟我讲很多，他来他为什么要来澳洲，然后他想移民澳洲，其实是很难的，非常难。哦，你觉得他想的太美好了？太美好了，因为他31岁了，他又不去念书，他又没有读这种移民专业。他又没有投资移民，他又不做生意，就来 working holiday， 背个书包就来了，就是不可能留在这里的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听了这故事之后，说几句话。有眼光啊，某某啊，哎，
暖男哪里找啊？暖男啊，有眼光捡到宝，对啊，万里挑一，天作之合。台湾最好的男人已经在这里，请给他特写。哦，真的是暖男，不是他单纯他自己好，还要家庭也好，家庭成员也好。家庭成员多好啊！你看，那你看家庭成员其实他一开始也不知道，我起床的时候要给我一杯柠檬水了，是我教了他之后，他才知道每天早上要准备一杯水在床头。I want you to want me forever and always, but you only want me when you're feeling lonely. 大家早安，我们刚拍完了一集，我们这一周到底买了哪些姐妹，就是我跟君娜我们买了哪些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拍成了一集。然后我刚开箱了我的这个司令的小包，今天第一次带他出门，好期待，因为刚好配今天配今天的穿搭。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美丽海吗？这个是雪梨大桥，当时候盖的时候，1929年。哦，上面的施工的人，当时候的样子，好可爱哦！这是那种复古的小车车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 Main 里嘞，70年前长那样子，如今是这样子，所以那些大楼都是70年前就有的。怎么了？部长帮我们挑了一人一件制服，长袖哦，这个像睡衣耶，有笑脸，长袖啊，我可以长袖，但是要有笑脸，总共多件，它是制服啊，大家都有一件哦，这是你的，我是卡卡巧克力色哦，不会太大，我也是长袖。部长看上了一家微笑的店，然后想要帮大家买制服，结果刚刚又买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去换。你要什么颜色？跟我搭配一点，两个都蛮搭的。好，还是要四个不一样。你这样好像很小朋友。现场换上了我们的制服。我们刚逛完，现在要去吃下午茶，就是这样子，一天三餐害我们变胖。那我刚刚你有胖吗？你又没量。我刚买了那个超漂亮的那个蜡烛，然后美到我觉得想要谈代理，把它代理进台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支持你。他说不是他的菜，但是他说觉得可以，因为肯定很多人会喜欢。但因为他的菜反而也比较正常。因为我很少看到蜡烛，然后我觉得喜欢。穿得好不适合这个季节哦。哎，太阳太亮。我不要皱眉头。荒谬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胖太多了，因为这比楼下还要重。然后三个人看着体重这比楼下还要重。欸，你第一天量这个时候多少？第一天没有啊，我昨天量51啊。shit， 一两天，我来没量啊。你们不是用这个在一楼量吗？没有，那已经来好几天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没站好。我站好啊。再进去。我第一天是49.9。你有用这个量哦？对啊，我们不是就……欸，我真胖。还有穿太多，快点，你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啊！一样啊！我以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了，有不一样，好像一样，好像一样耶！我可能这两个，这个就是最准确的吧？完了啦！你如果在……哦，完了，我稳定了，我三次稳定就 OK 了，那你就没胖啊。大家早安，今天要去逛市集。市集，这是眼镜吗？对啊，戴的啊。哦，开心眼镜哎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照一下，照一下。哦，哎，这个盒子很可爱哎，它是布的皮革，好可爱哦。我会不会因为这个盒子可爱去买那个送你啊？今天我们两个戴了新耳环，我们两个昨天同时去买的。
我就长这样，他就长这样。好，然后今天，因为今天又是礼拜六，哦，好快哦。因为今天又是礼拜六了，所以只有礼拜六有市集。我们今天原本的行程要改去市集。对，你觉得我要背这个包还是这个包？哦，旁边的圆桌包。你觉得我要背很高？黑的吧。这黑的大。就花的。好吧，花的。我有戴新眼镜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我戴新耳环，香奈儿的吗？是啊，香奈儿的，香奈儿公司送。现在去雪梨最大的雪梨最大的是周末市集、欸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看，开啦！我看坏的，没有坏啊，太开了。难怪我刚戴条眼镜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开哦。对啊，拿去那个。那这个周末市集叫什么名字？就叫 Glee Market。让你家里开车几分钟？50分钟，非常的近。离市区嘞？离市区大概2分钟。哎，你瞧，你的眼睛卡到我头发。这样。那没办法，你只有重弄啊。这样，不是，好痛。啊。那你先不要拿啊。哦，我刚说啊，刚母帮我带了这个优格，因为我还没吃早餐嘛。结果我刚惊艳，它是我在加拿大吃到超好吃的香草优格。君雅，你怎么会那么懂我、啊？你会喜欢吃这个啊？对啊，买了一个蓝莓口味。那我把衣服脱了，是因为我刚刚辛苦烫了，结果发现一座全部皱掉了。然后想说等一下如果要出门会拍照，我现在只穿了一件外套加那个 top bra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哦，好好吃、哦，跟演戏啊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你看，它就只要这个优格配的肉松跟饭。对，这个是一样的那种澎湃，你们懂吗？就像你们觉得肉松配饭哪有那么好吃一样。我是很喜欢吃肉松配饭。我也喜欢肉松配饭。肉松加面包，于、哦、小就不喜欢，不用拿回去。我们到了，现在很多人在外面吃东西。这边离我之前来小小游学的宿舍很近。小小游学。我那时候呢，那时候宿舍就在那一栋。多小？多小？就是小小。哇、哦，好多市集哦。一个市集，很多摊贩。我今天目标找到一个火梦网，你嘞？哇，哦，真可爱，我知道哎，逛起来了，超可爱。哎，母还没进门口，就离看到这个大门口的一个包，15块，不错哦，很便宜耶。现在第一家看到这个外套，请来 feel， 这个只要20块澳币。谢谢。而且我们要去纽西兰，我那个外套带不够。这件也可以啊，蛮。你这个没带吧？什么带不够？大家觉得嘞？20块才400块台币。好，买了买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么。这市集很适合买去纽西兰衣服，因为台湾热爆。对啊，就你买了一件很好贵，然后穿不到。那你觉得这两件哪件好？你穿上看嘛，很热，没关系啊，热没关系啊。两件都买啊，哪一件好？真的，这件也蛮好看的、啊，也不错、啊。这件可能没有那么短，平常台湾冬可以啊。我看不到我自己。型不好看，型还好，版型没那么好看。I'll get this one. Yep. And sorry about that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你买的先寄放在这，但是这么厚，就20块。有没有 ？Thank you. 等一下看到什么好看的，再跟大家分享。我先来认真逛了，拜拜。这件好可爱哦，我穿这个可爱吗？可爱。这个绿的很有圣诞节感觉，然后他说这个都是手织的。这一区是吃的地方，很多人坐在买食物，坐在草皮上。哎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嗨，哎，墨西哥卷饼。你们吃了什么？墨西哥卷饼的点，配湖人球赛，人生最高享受啊！你先去拿，然后再出去。刚刚逛了市集，买了这件衣服，可爱吗？可爱。
洞洞一排吗？然后我们在市集的前面有一条非常热闹可爱的地方，找一家 burger 店，汉堡店来吃。我点了一个 sunny cider， 这个牛肉是植物做的肉，所以它是素肉。鸡块，鸡拿棒跟鸡块，你投哪一个？你这三个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，都喜欢。我蛮喜欢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哦，这样才花钱。鸡块蛮好喝的，等那么久，刀就这样插着吃。你看刀子拿起来吧，很恐怖的，人家妈咬到那个刀锋怎么办？我的那个汉堡会散。角度是合理的吗？是不是太胖了？啊，胖一圈，胖一圈，怎么办？我很久没有这种胖胖的脸。你刚才闻我头发味道？没有，我闻你头发。我们倒转一下，你刚刚是闻我头发。刚没有闻你头发啊？刚没有闻你头发。现在发生一件很。我没有形容词，很荒谬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停车场已经有 book 了一个车位，所以呢，我们前提是我们在来这个停车场路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车位，但是想说算了，我们都已经订了这个停车场的车位了，所以就还是开进来。然后开进来之后呢，它是一个回旋上去三层楼的停车场，重点是它到第三层楼的时候，它就卡在那边了，它没有一个任何回转道或者怎么样，它就是一个卡，然后你只能说所有人用倒退出来就算了。我们是第一台这样上去，然后发现卡了，然后我们要倒退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大概有十台车，后面大概有十台车，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用回转，他们在用卡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向道。所以呢，你要想象我们在三层楼，然后这样一直每一个人要倒退的同时，一楼有非常多车往上走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先下车徒步到一楼，想要去阻止其他车往上，但我刚刚试图阻止两台就已经非常非常艰难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前面卡住，可是从一楼他们完全看不出上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会一直有车往上。然后现在重点呢是我们的车现在卡在最上面，找不到任何，他们卡两小时，对，可以下来或者是回转，它就是卡着，因为有人上有人下，然后它就是卡在中间，然后那个又不是双向道，那一直有新的车上去，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过了，有车倒下来了，你看就陆陆续续你会一直看到有车倒出来。这件事发现没有位置无望的人已经出来了，但是又进来一台又倒了，然后同时又会进来一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，他们就会往上开，可是他们不会知道我拉上面已经堵死了。然后我们刚刚试图已经说服下面的人，他们绝对不会停。哎，停到了！他们停到了，我们没停到。上面情况怎么样？就是堵死了，整个堵死。还在放车进去啊？对啊，超扯的啊！而且我们刚边走下来边要阻止，没有人会听我们的话。哎，快点，我要去尿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要尿尿才下来，不然的话。在后面，所以现在只有 Jet 一个人在三楼卡着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就需要有一个男人去承受这一切。月亮好明显哦，天空超干净的，那是雪梨大桥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脱离那个可怕的停车场。他说住这不错，这是住家吗？对啊。哎，很不错哎，这个 view 这样子看这边，好美哦，而且有。港边，我们现在要步行去赌场，因为 Akira 想要去赌一搏，赌一搏。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吹，苍兰诀配宵夜，一度觉得会不会太废，但想到我们就是在度假，吃起来。撒山。桉树长大了，也太大了吧！树一样大，就太大了。太
太热了，所以换上笑脸。我们两个姐妹听。上忙的人他们说的。流汗流汗。哎，你怎么穿这么多？是香料的呀。带错衣服啊。能不能进来？